各位观众晚上好，今天冷空气南下继续在广东、福建激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。8时至14时，佛山降水量63.7毫米，广州30.2毫米，增城52.1毫米，其中佛山10到11时单小时23.5毫米，为短时强降雨。中央气象台明天强降雨落区有所南压，部分地区有暴雨，小伙伴们还要与雨相伴，出门要注意防范。咱们下期再见。